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先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这个疗剂呢是叫做圣诞玫瑰、拉丁名是 Helleborus Niger、圣诞玫瑰、英文叫 Snow Rose 圣诞玫瑰、这个疗剂呢圣诞玫瑰呢主要呢是用一些、脑部受伤之后出现的脑部的问题，它可能是因为撞伤头啦、某种程度的 头部受伤啦、可能脑膜炎啦、有时高烧、背后是个脑膜炎、这种这样的情就是这种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那个脑部出现问题的。那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好像呢就是个人喺嗰个温温顿顿吓沉沉，即系沉睡，温温顿顿啊，同埋咧身体嘅所有嘅感应器官咧都冇咗嘅啊。咁你睇到个病人咧，就系、是、佢会失咗嗰、那个语言能力吓，讲唔到嘢，呆呆滞滞。隻眼碌碌咁望住嘢，但佢睇又睇唔到嘢，又听唔到嘢，又闻唔到嘢，吓、亦都系即系又冇咗味觉嘅。咁即系个人咧，你睇落去咧，个人好似呆呆滞滞咁样样，啊，咁佢咧就对周遭嘅嘢咧，佢根本系察觉唔到嘅。啊，呢一种咧系个圣诞玫瑰 Helleborus 嗰、那个、那个脑部出现问题。啊，嗰、那個主要嘅症狀係呆呆滯滯咁樣，咁亦都我哋有時候咧會見到嗰啲咧，就佢嗰個病人咧係會喺度咧出現咧就係、是、嗰、那個頭咧會左右擺嚟擺去嚇，喺張牀度個頭部喺左右擺嚟擺去，喺度暗暗沉沉咁樣嘅。總之佢一個即係唔清醒啊。
讲讲嘢视力乜嘢都系都系即系都失咗嘅，咁佢就可能会有时尖叫啊咁。咁呢度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多数背后咧都系嗰、那个诶嗰、那个脑水肿，可能因为系嗰、那个诶嗰、那个脑膜炎吓啊嘅出现呢个呢种咁嘅情况嘅。OK， 咁有啲情况咧就系一啲过度活跃嘅细蚊仔，或者系精神病院嗰啲细蚊仔，啊，佢哋会吓乱咁咬人啊，流口水啊，赖屎啊，或者食屎啊，咁样样，全部控制唔到嘅，咁可能不断咁磨牙，将佢头咧就系、是、转落嗰啲枕头嗰度啊，咁喺度手去搣嘢啊，剥嘢啊，咁即系喺呢种咁样嘅，即系嗰、那个、那个脑系即系退化到咁样嘅情况嘅。咁所以除咗係個腦積水或者腦出現問題啦，因為撞親啦，因為腦膜炎啦，因為某種程度嘅受傷出現呢種嘅症狀嘅。咁亦都有啲情況咧，有啲人咧就因為嘅腦部可以踩單車咁雖然戴咗頭盔都好啦，咁或者唔記得戴頭盔咁跌咗落嚟撞親嘅頭，跟住咧佢就失咗某一啲記憶嘅，係某一段時間嘅記憶力嘅。咁呢個咧都係嗰、那個Heller Boris 嘅可以處理嗰個症狀嘅。OK， 呢個療劑咧，我過去都用過幾次嚇，非常之好嘅。其中一次咧就係、是、一個腦膜炎嘅小朋友，咁結果咧就去到醫院嗰度，初初嚟個診所嗰度，咁我第一次咧都未曾察覺到呢個細蚊仔好似係可能係腦膜炎，可能只係普普通通以為發燒啊咁樣，咁但最後咧我發覺腦膜炎啦，佢應該有啲可能係腦膜炎啦，咁佢個媽媽就即刻帶咗醫院嗰度嘅，咁結果咧就真係被判斷係腦膜炎，仲入咗係急切治療部。咁當時被判定咧係嗰個腦咧就已經壞咗嘅。咁好彩個媽媽咧就結果咧就將佢呢個情況講俾聽，我就配咗呢個療劑俾佢嘅。咁就兩個禮拜之後咧，那個細蚊仔就出現喺我診所嘅。咁係將呢個小朋友救翻嚟嘅。因為當時嘅醫院都話佢已經係腦壞咗嘅，醫唔到嘅啦。咁其實未必嘅，喺同我療法咧，好多時候咧，你用到一個好嘅療劑咧，可以幫助好多好多呢種咁樣嘅即係表面上好似係好難醫唔到嗰啲病嚇。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啲眼盲嚇。呢個喺歷史上咧記載過咧，係有啲有一個法國嘅嗰啲軍隊。嗰啲俘虏咗好多啲法国嘅军队啦，咁发现咧佢哋咧系有全部都好多咧就出现嗰种夜盲症吓，应该差唔多咧系流行性嘅夜盲症，咁佢哋都用咗呢、這个Heller Boris 啦，呢个疗剂咧圣诞玫瑰咧系几日之后咧就嗰、那个视力就恢复翻嘅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疗剂系一个同我疗法系好犀利嘅吓，即系希望大家好啲学到佢，可以帮到大家。好，这个就是圣诞玫瑰 Heller Boris。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